很香，吃苹果喽！哇，姐姐味耶！下巴的，是不是快睡着了？你不啊，下面那个人很想啊。还吃吗？好奇的眼神，好奇的眼神。苹果控最爱。钉子惊喜。嗨，哎，不对，三角。来嚼一口。汤匙怎么会这样？把它放进去就好了，不要这样翻的，整个都是。放在最前面，太大口了。抓狂！你还想吃吗？啊？为什么要挑眉啊？哎呦喂！掉出来了，喂进去就。喂进去汤匙就可以拿出来了，不要在那边放在那边，它怎么吞进去？不是啊，你要放进去啊，你要把苹果泥放进去啊，然后汤匙就可以拿出来了，你没有放进去。你不是常常给阿嬷喂，应该是很专业的啊，要怎么喂才会好吃啊？吃的人才会好吃啊，专业被喂、欸、嘴巴旁边的太大口了，苹果控在等，你不用担心。嘴巴外面，嘴巴外面，你看它捞不到。苹果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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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，立刻清除，搞定。想想傻眼。干嘛？这什么颜色？好，可以拿出来了，汤匙。哎呦，萱萱，是不是有那个很涩？你看你磨到那个很涩了，他刚整个后退三步。是这颗苹果本来就很涩。你看啊，在嘴巴外面，他一直想要捞进来，捞不进来。嘴巴里的东西。有啊，他后来刚捞进来了。大家都是为了苹果而来，专注。就是啊，哎、欸，啊，好、哦，手酸了，手酸了，不行了。好，你赶快把它喂完哦。
喂太慢了，生气啊，好，不想吃了，不是啦，你喂太慢了啊。